蒙洛维亚大爱幼儿园的这一天，老师学生没有人穿着制服，但也没有人被挡在校门外，反倒是家长受邀带着孩子上台接受掌声。原来是他们的装扮，玩环保，玩创意。妈妈收集礼物的包装纸，搭配孩子喜欢的贴纸，就是一袭美丽服装。小男孩喜欢恐龙，又舍不得蝙蝠侠，幸好爸爸有收集纸箱的好习惯。一个就是说教怎么去使用回收这些箱子，然后去做成有意义的东西。然后第二个是说怎么样有创意，因为箱子就是箱子，怎么让它做的有一个造型，让它很好玩。嘉年华会好好玩，各站游戏道具也都是老师们亲手制作。这个是什么？慈济德州分会的大爱幼儿园同样替小朋友举办万圣节服装秀，不用捣蛋也有糖果可以领，因为孩子们的可爱让慈济志工忍不住赞美和祝福。游戏定点除了乐趣，也像是体适能训练，大肌肉小肌肉的发展老师们都用心观察，也寓教于乐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美国综合报道。